Apple 室嘅模神咧，咁就係呢個星期就推出咗配備 M3 晶片、13寸同埋15寸嘅 MacBook Air。香港好貨咧就3月8號星期五就發售噶啦。AMF 阿凡哥咧就率先攞咗部全新未開嘅午夜色 MacBook Air， 即刻同大家開箱先。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